看这一题，这里他说啊，将下列各式因式分解啊，这里有两小题，我们把这个因式分解，我可以抽出 2x， 抽出来，这里剩下 6x， 这里剩下5，这样就因式分解完。好，再我们看这个，这个因式分解啊，可以抽出 x 来，这负 x 加3，这样就因式分解完。